下来要抽的是彰化县校友会，入场人数有60位，我们请张三敏名誉总会长上台来代表为我们抽奖。彰化县校友会成立于民国71年，现在是第3届，现任会长是曾国忠曾会长。台长好，您帮那个曾会长抽奖。曾会长刚刚到了哈，不过他太太今天哈，今天生日，所以他先离开，要我在这个地方替他抽奖。因为我虽然是金门彰，虽然是红甲人，我真的是彰化人。哇！我是彰化西州。台糖总公司，台糖总公司的，那个西螺大桥，一边是西洲，一边是西螺。建第二座桥的时候呢，一个人一个名叫西西大桥。彰化啦，我想刚刚那个有请我们后生的总裁讲过了，今天毕业以后呢，非常竞争。我在这个地方代表曾会长跟各位勉励一下，做事难，做人更难。我希望大家呢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所了解最近的很多年轻人，我参加了政大的毕业典礼，参加了台大的毕业典礼，都没有今天红甲的毕业典礼这么的温馨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啊？有的来个掌声，把我声拍好出声。红甲人单头甲单尾都有分名声，搁拍一拍一来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啊。吃苦当作吃补，吃苦当作吃补。还有呢，谦虚不是自卑，不要画地自限。我是红甲的，又不是台大的，我哪里有办法？台大的校长没有张宝龙这么会唱歌，你们说对不对？一个银行看经理啊，部队看指挥官，学校看校长。张校长领导的好不好？再一个掌声。吃苦像吃补，还有呢，谦虚不是自卑哦，自信不是骄傲，做事难，做人更难，做人就是谦虚与自信。做事呢？同学等不及了呢。好，马上要按了哈、哦。做事还要讲，做事要脚踏实地，踏实。以前说活到老学到老，以后记得要学到老才能活到老。我希望彰化县的校友毕业了以后，不管你在台北、高雄，还是要参加彰化校友会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来中奖的是统计系梁玉婷同学。梁玉婷，梁同学在哪里？有没有啊？哇！哇！记得带上你的学士帽。冲冲冲！哇，这个不是学士帽哎，可以领吗？请赶快换下来。谢谢会长，恭喜梁同学。